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第十九面经文倒数第二行看起，见贤勿慢，见善勿谤，从这看起。这一段是讲的改旧习啊，学佛就是学智慧、学觉悟啊。佛是智慧呀，觉悟的意思。如果不觉呢，就迷惑；不智啊，就愚痴。啊，谁愿意做个愚痴人呢？谁愿意做个糊涂人呢？啊，要不愿意呢，那就得学佛了。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最重要的改心呐！我们从前这个心里所思所想的错了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你看佛教里面许多祖师大德，常常教人呢，说从根本修。修就是改的意思，修改，修正，修理，当然我们错了才需要修理嘛，才需要修正嘛，错是从心里错起的，从思想见解，这个分别执着从这里错起的。改呢，当然也要从这个地方改，那是最上乘的修行方法。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了改习气。头一条啊，要改的见贤勿慢。修道的人最严重的障碍就是贪嗔痴啊。嫉妒、轻慢都是嗔恚愚痴的一分。这个习气很重很重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人相处，不知不觉，有意无意，这种烦恼习气就流露出来了。自己呢，没有高度的警觉心，所以烦恼习气不断地在增长啊。道业怎么能成就？不但道业不能成就，跟诸位说，学业也不能成就，事业也不能成就。纵然你看到学业事业好像啊很这个蓬勃啊，很发达的时候，他时间不久长，真的所谓是昙花一现呐。我们在社会上观察，无论中国外国，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大富大贵，但是
到晚年他就衰了，一世都不能保全。晚年我们看到破产了，失败了。我们再看看古时候的人，他们懂得修养道德，懂得收敛自己，他们的四功能传好几代啊，自己好啊，儿子也不错，孙子也不错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他懂得修行啊，他懂得改过啊。世世代代都受到这么好的教养，都懂得克己，都懂得断恶行善啊，所以能够传十几代、几十代。最明显的，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历代的帝王啊，他能传十几代，传二十几代啊，能传几百年，靠什么？积功累德，断恶修善呐，靠这个。古圣先贤，佛菩萨对我们真实教诲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总离不开因果的定律。佛法也离不开呀。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我们也展开，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五重因果。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一尘因果，所以佛法是因缘生呐。凡是因缘生的，就不是第一义，属于第二义啊。因此，佛才教导我们，佛法也不可以执着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啊，法说佛法了，佛法到最后还是要舍弃。为什么舍弃？它不是真实法，它是方便法了。啊，佛为什么不说真实法呢？真实法说不出来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佛非常慈悲，用这个方便法让我们自己去悟入真实法。没有方便我们没有办法悟入啊。这个方便好像我们走路啊，那个路上的指路牌子一样。他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呢，我们要走啊。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不是那个牌子啊。要把那个牌子认作目的地，那就错了。佛说一切经呢，是个指路牌。循着这个指路牌，你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如果你法不舍呢，那你就抱住这个指路牌，认为这就是你的目的地，那你就错了。所以开经记里头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这一句话我们要真正的理解它，不能够错会意思。佛在此地，这个里头话不多，很简单的几句话，换一句话是最重要的话。这个毛病不改，你在佛法修学可以说永远不得其门而入。头一条，见性无慢。慢是怠慢、轻慢。我们今天讲瞧不起人。今天社会是不是这样的？是的。哪个是贤人呢？释迦牟尼佛是贤人，孔老夫子是贤人，孟老夫子是贤人，在今天社会没人瞧得起，大家不重视啊。现在的时尚，一般人重视什么呢？重视发财的人。重视科技文明，科学技术上的发明人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。这些人的成就固然是值得赞叹，他为什么成就的？前世种的因呢？这一生遇到缘，果报现象了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大圣大贤是教导我们种因的，我们把这个疏忽了，我们只看到果报，只重视果报，而不懂得这个里头的因缘。祈求果报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怎么能得到呢？大圣大贤教我们种因，教我们认识机缘，教我们如何掌握机缘，成就不可思议的果报。这是幸福美满的根源啊。圣贤就是的呀。我们怎么可以轻慢呢？所以在这一句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千万不要疏忽了。如果是轻易的读过去，辜负了佛陀的教诲这一段事情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唐朝时候，印宗法师遇到六祖慧能大师，他是前辈呀，真的是老前辈的大法师啊，在岭南这个地区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多年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。遇到能大师之后，觉得
能大师的见解、德学，确实比自己高。他不嫉妒，他要嫉妒的话，就把他赶走啊，赶出去了。啊，他可以叫他的信徒不要听他的。他不但没有嫉妒啊，慧能大师是个在家居士，请求出家，啊，印宗很欢喜啊，给他剃度啊。啊，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啊。可是剃度之后，佛是以法为最尊。印宗倒过头来拜慧能为师父，啊，你看他们的关系，啊，印宗是他的剃度师，慧能是印宗的徒弟。但是印宗呢，又是慧能的法子，你们想想看这个关系，很妙啊！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啊，回过头来拜他做老师啊，法子啊，我们佛门里头法子是最尊贵的，啊，剃度师、戒和尚。都是引进门的，戒引进门的，所谓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成就与否，关键呢，在传法的这个老师，这个关系啊，太重太大了。啊，你得法、传法、得法。这是真实的成就啊！啊，慧能传法给印宗啊，印宗在慧能会下得法的啊。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，不失真智慧。真的行做不到啊！我们读那一节经文，要把经本合起来多想想啊！如果我遇到了，我能不能做到？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？啊，假设我是这个道场的住持，在这个地方弘法多年，啊，信徒的时候成千上万的，大家对我这么尊重，我今天遇到一个陌生人，啊，过去不认识，这一接触之下，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有道心，自己是比不上，我们能不能像印宗法师这样低头下气拜他做师父？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少见的。
在释法里面，古代管仲跟鲍叔牙非常接近。鲍叔牙官做得很大了，地位很高啊。管仲是平民百姓呐。他们往来，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干，推荐给齐桓公啊。任命他做宰相啊，而鲍叔牙做他的部下，都不是平常人能做到的。所以见贤不轻慢呢，那个人就是贤人。唯有英雄才爱惜英雄。唯有贤人才尊敬贤人，就这么个道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，把我们自己本身从薄地凡夫提升到圣贤的地位。唯有贤才会尊贤，唯有圣才会赞叹圣。一般人当然不可能，一般人误入圣贤，轻慢圣贤，可以原谅的，这个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说的，贤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换一句话说，一般愚痴的人，业障深重的人，不知道尊重圣贤，轻慢圣贤，侮辱圣贤，毁谤圣贤，我们看了点头，不足以为怪。这是正常的现象。佛在此地，这是对我们对他的学生讲的。学生无论是在家学生、出家学生，你学佛为什么？就是惜圣惜贤。我们学佛的最终目的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我目的在此地啊。学佛就是来学做佛的，那学做佛的呢，先要把自己从凡夫位呀提升到贤圣位，这才教我们呢见贤勿慢呐，决定不可以轻慢。要知道尊重，要能够舍己为人，行善的标准就是这个经上讲的，舍善也道尽。地藏菩萨本愿经，现在我们主修的课程大乘无量寿经，佛教我们要做的认真努力去做，佛教给我们不能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能够违背佛陀的教诲。
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才有可能成就啊。不但不能够轻慢先人，要亲近善知识啊。这个经经文展开第一句，佛教导我们亲近名师，从名师受戒。名师就是贤人，就是善知识啊，善思道德之人，我们要亲近他。要跟他学习啊，亲近的时间越久越好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分呐啊，我们亲近善知识，纵然一句话没有。我们坐在他的旁边，感受他的磁场，感受他的气氛，就得很大的利益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感触到。我二十几岁到台湾的，我们的朋友、同事年龄都差不多的，啊，星期假日他们都去玩去了，啊，戏院、茶馆、游乐场所。都到这个些地方去消遣去了，我不去啊！我去找善知识，利用这个时间啊，坐在他们的房间，听他们聊天，听他们谈话。有时候我也提出一些问题，向他们请教。那个气氛跟那些热闹场所不一样啊。这种利益确实我们一生都受用不尽。这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。我认识这些善知识，没有人介绍啊！啊，我年轻时候好学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打听台北各个大学里面最有名的教授，我给他们写信。啊，我的信写得很恳切，啊，希望有机会能够亲近他们，听他们的教诲。啊，几乎我找的这些教授，从来没有一个拒绝我的，都欢喜与我见面。啊，所以在那个时期，我认识了十几位教授啊。我得空就亲近他们，
向他们学习。啊，这也许是我涉学的是这个时间太长。学校教育没有念完呢，啊，我只念到高中一年级上学期，就没有再念书了。啊，初中一年级念完之后，是学3年。跟日本人打仗啊，战乱的时期，天天逃难呐，啊，3年没有机会念书啊。抗战胜利之后，这有机会念了2年。啊，一个人跟几个同学们。到台湾，举目无亲的，要靠自己工作养活自己。啊，所以只有在空余的时间，自己学习。啊，自己学习困难很多啊，所以求善知识的心。非常恳切，啊，那个时候，我看的东西、读的东西非常广泛，啊，到最后，我选择了哲学，啊，亲近。方东美先生，啊，由哲学里面进入到佛学，啊，接触佛法，大概1个月，我认识了张家大师，语言殊胜呐，我一生的时间没有浪费过。啊，我对得起自己，我尊重老师，老师也爱护我这个学生。啊，我真肯学，真肯干。啊，能够遵循中道，能够舍己为人。我读这一句，感触很深呐。在我自己这一生修学过程当中，成败的枢纽关键就在这一句。如果什么时候？你对于贤能生起轻慢、猜疑之心，你必定堕落。啊，所以这一句话。我们要重视，要认真学习。啊，如果对于这个好人好事、善心善行，还有嫉妒轻慢，要知道这是自己严重的业障。
改过来就是业障消除了。我们入道，这个门就打开了。第二句，尽善勿谤啊。这是阻碍别人的善行善事啊？为什么呢？还是属于嫉妒，嫉妒障碍啊。我们在新加坡这个3年当中，跟其他宗教的交往，我们佛门里面的同修，对于我们的做法，就有严重的障碍。有意无意的毁谤，说我们违背了佛陀的教诲，跟其他宗教往来，尤其是落在他们口舌里面所谓的佛教徒四众的供养，这些钱送给其他宗教，这是罪过啊！这些话传入信徒的耳中，对我们所作所为产生疑惑，造成了退心。我们不能不详加解释。我们有没有做错呢？我们是遵从佛陀教诲来做的。如果说我们做错了，那是佛陀教我们教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教给我们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基督教徒是不是众生？印度教徒是不是众生？伊斯兰教徒是不是众生？佛经上有没有说？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不多，没有这个说法吗？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完全是由经论做依据的吗？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，在这个社会上都做了许多好事啊。他们办孤儿院，办养老院，办学校，做社会慈善福利的事业做得很多，做得比我们佛教多啊。所以有一些信徒听了这些谣言来问我，
我就跟他们解释啊，我们要不要办孤儿院，要不要办养老院，他们想想要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办，人家已经办了。人家办的就是我们自己办的，我们怎么能不照顾呢？啊，这一边工商业发达嘛，对于工商业的理念大家都懂嘛，他办孤儿院，我送钱去投资，可不可以啊？哎，他那个事业里头有我一股在里面呢，啊，这个他听懂了，啊，他办的就是我要办的，我办的他们已经在办了，这好事情吗？他办我办都一样，啊，何必一定要挂个佛教招牌？哪个招牌都行。只要让孤儿得到教养，啊，只要让老年人得到照顾，我们的心就欢喜了，心就安了。啊，天主教的修女来告诉我，啊，他们要到非洲去。派一个医疗队到那边去，啊，那边人民非常穷苦，生病呢得不到这个医药，得不到医疗，啊，他们到那边去做这个事情，我听了很欢喜，我说我捐助一点医药费好不好？啊，他很欢迎。我捐了50000块钱给他们做医药费，我没有能力到欧洲去，到非洲去做个这个好事，他们做好事我随喜一点，这哪里有过失呢？啊，这在佛教经典的哪一条里都讲不通呢？自己不肯干还要障碍别人做好事，啊，回报别人做好事，这是什么样的居心嘛？错了，啊，我相信这些人，无论在家出家的，普门品总念过嘛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天天挂在嘴皮上吧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那我要问，应以基督教徒身而得度者，那你就现不现基督教身呢？啊，你是不是可以？这不可以。哎，应以基督教徒得度的不现身，普遍是不是这个讲法的呢？自己天天念的经，天天念的佛菩萨名号，心与口相违背呀，心与行相违背呀，学的是什么佛啊？佛法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，啊，一开口，九界众生，啊，九界众生就非常明显，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国家的界限，没有族类的界限，也没有宗教信仰的界限，一律平等的，
这才叫普度啊！啊，你在哪个经上看到佛说是这一类众生不度他？啊，没错，佛在经上有“佛不度无缘之人”。啊，这句话你一定要了解得清楚，不要错解了。什么叫无缘？这个众生不接受，这就叫无缘呢。啊，天主教，那他们到非洲去救济这些病苦的这些众生。他把这个讯息跟我们说，我们捐一点医药费，他接受了，那就有缘了。他要不接受，那就叫无缘了，那我们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他如果说这是我们天主教的事情，你们佛教徒捐钱，我们不接受，那我们就没缘了嘛。这样看起来，天主教比我们伟大。啊，天主教可以接受其他宗教的这个捐献去做好事，而我们佛教不许可。啊，不可以拿钱给别的宗教去。这成什么话嘛？啊，心量这么窄小，眼光这么短浅。恐怕来生连人身都得不到，成佛做主哪有指望啊？啊，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念的，诸佛菩萨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这话怎么讲呢？归根究底，都是不读经之过。啊，他说天天念经啊，念经，那就是未能生解意趣之过。你虽然天天读，你不了解，你了解的不够深度啊。所以才产生这么多障碍。啊，真正深入了，深度了解了，问题全化了。啊，那你们如果说再看到我，啊，我拜其他宗教的神。拜其他宗教的经，那你不就是火冒三丈了？啊，这还得了啊！确实也有人有疑惑来问过我，我说我拜的是佛，明明拜的是那是印度教的大梵天王吗？你怎么拜的是佛呢？我看大梵天王就是毗卢遮那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应以大梵天王身而得度者，佛就现大梵天王身而为说法。这个意思，经子有没有？有啊，大梵天王哪来的？佛菩萨应化的。啊，如果再给你说的明白一点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佛经上有没有的？
大梵天王是不是众生？既然是众生，他本来成佛，我拜他还有错吗？又何况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第一句教我们什么？礼敬诸佛。那个诸佛是讲的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。我没有做错啊，我所作所为啊，都是依教奉行。我哪里做错呢？你们常常来找麻烦，你们没有熟读佛经啊。果然把佛经念通了，你这些疑惑、这些顾虑全都没有了。你会知道我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啊，确确实实依教奉行。我真佛弟子啊，所以万万不可以阻碍别人的善行善事啊，不可以的，应当成人之美，帮助他成就他的善行善事啊，不要问呢他信不信佛教，只要是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我们应当要做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。不以小过，正如大罪。啊，小小的过失，以为他犯了大的罪了。这也是从嫉妒、嗔恨里面生出来的。没有仁慈的心啊，世间人所谓的是欲加其罪呀，何患无辞啊，存心陷害人，啊，小小过失，可能有，可能根本就没有。捏造罪证，古今中外在历史上都看得到啊！啊，这些人都在造业，造极其严重的罪业，啊，被陷害的人，啊，往往过一段时期之后，社会大众知道他是冤枉的，给他做平反，啊，害人的人当然有他的果报，啊，有很许许多多害人的人，
到事情败露了，他被定罪了，或者是判刑，或者是坐牢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看得很多。啊，这都是属于花报、果报必定在三途。啊，如果有慈悲心的人，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。啊，有慈悲心的人，对造作罪业的众生，只有感化，啊，没有惩罚。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一点意思。啊，这个真正帮助恶行的众生，回头是岸呐。他真的感激你，永远的感激你，回头就是好人。一小过正如大罪，一般凡夫他所含的怨恨永远不会消灭。啊，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个很凄惨。许多人不懂这个厉害，胡作妄为，错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